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环宇信盘 Tony 啊，喺新嘅一年来临之际啦，环宇信盘恭祝大家万事胜意，身体健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宏昌长沙湾吕志伟。在新的一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今天呢非常开心，就是恭喜我们的环宇再次成为2022年度全港销售冠军。那我也代表公司呢，给你们再颁一个我们的奖状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恭喜恭喜。谢谢，谢谢。好啦，咁我哋环宇信盘咧都好荣幸，又收到文昌长沙湾颁俾我哋嘅2022年嘅全港销售冠军呢个奖项嘅。咁我哋环宇信盘咧都亦都准备好晒所有嘅睇楼行程。我哋喺文昌长沙湾约定你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环宇审判 Michael 啊。嗱，咁啊，啱啱过完年冇几耐啦，咁我哋又收到宏昌长沙湾嘅发展商老总啦，就通知我哋咧，过年之后咧都有一批特价单位出嚟嘅。咁所以今次咧，我哋特登过嚟呢度咧，就开仓俾大家睇下有啲咩特价单位。嗱，第一个特价单位咧就系呢一个宏昌长沙湾嘅3号楼啦。咁嗱，呢个3号楼咧就系4梯23伙嘅每层。咁今日第一套嘅呢个特价单位喺边度咧？就係、是、出咗呢口 lobby 隔離嘅呢個919嚇，咁我哋入去望一望先啊。嗱，因為呢個本身已經係現樓嚟㗎啦，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買咗之後咧即刻可以拎包入住。咁入邊咧就裝修好曬嘅，咁我哋會見到啦。咁啊嗰個抽油煙機啊、廚櫃啊嗰啲全部已經做好曬啦。咁啊右手邊咧就係呢一個洗手間。嗱，洗手間嚟講咧，佢又冇做得太過花巧嘅，就比較實用啦嚇。咁就乾濕分離啦，咁啊都係一樣，咁啊可以。買咗樓之後咧就收樓噶啦，咁另外呢個咧就是一個電子鎖啦，咁大家咧到時可以係用呢個電子鎖又得嚇，咁就可以就直接入到屋企，會方便好多。嗱，我哋見到呢個單位咧本身已經係裝修好曬噶，全屋精裝，咁個面積大概係46方左右嚇，咁啊室內位置，咁我哋咧嗱可以睇睇啦，如果按照呢個單位嚟計咧，咁啊呢個應該就係呢一個電視位啦。啊！呢個就係個電視位啦，咁啊牀頭咧，嗱呢兩個應該就是牀頭個位嚟噶啦，咁啊所以咧，而家我喺呢個角度咧起身一望咧，就望到前面個正海。嗱，咁啊文昌長沙灣嘅積咧，全部都係統一嘅積嚟噶啦，都係46方啦。最主要最大個分別咧就係咩咧？就是、海景唔同嚇，高層低層或者係方向會有少少出入。嗱，今次呢一個919嘅單位咧，我哋望翻去個露台先嚇。嗱，咁啊呢個露台咧。就唔係一個正方形露台，但係因為點解咧？發展商希望就每一伙都可以望到海啦，咁所以咧佢嘅設計咧就會有一個歪歪地嘅一個露台啦。咁同埋咧嗱，交樓嘅時候咧，跟住熱水器已經安排好曬噶啦。咁啊，大家咧唔需要再買熱水器啦。嗱，我哋開望一望啦。其實最主要咧就望翻呢一個海景啦。嗱，而家大家面前見到嘅呢個咧，對面就係呢一個順寮灣啦。咁下邊咧會見到一個沙灘啦。咁呢個9樓嚟講咧，就相對翻，因為本身咧佢下邊有幾層商場啦，咁同埋呢個有平台啦。咁啊，所以嚟講呢個9樓咧，差唔多我哋可以望翻啊對面嘅呢一個維港灣啦，大概差唔多而家等於11、12樓咁上下咁樣嘅高度嘅。嗱，咁呢個單位幾多錢咧？嗱，呢個單位一口價418,000。仲可以最長分5年60期免息呢一個還款嘅，咁當然啦，咁喺新春期間啦，大家經我哋環宇信盤買啦，都會有呢一個額外嘅大禮品送俾大家。咁啊記得啦，咁啊如果大家咧對呢個樓盤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隨時可以揾我 Michael 啦，或者我哋揾翻我哋香港同事嘅。嗱，咁啊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單位啦，咁跟住仲有幾個啦，就呢一個特價單位。咁好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其他嘅單位究竟係點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red 啊，我今次咧第一次咧就上到嚟呢個長沙灣嘅現場啦。咁咧最近咧發展商咧就推咗一批最新嘅特價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就係2606。好啦，我哋入嚟睇一睇先。我哋一入到嚟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左手面咧就係個開放式廚房啦。咁右手面當然就係洗手間啦。但係記住，06呢個單位咧係同普通嘅單位係有少少唔同嘅。佢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呢個位咧係短少少嘅，所以咧佢個洗手盆呢個位咧係會轉咗角過嚟嘅。呢樣嘢要提一提大家。但係其餘嗰啲嘢咧係都係一模一樣噶啦。咁而個建築面積咧都係講緊係46平方嘅。好啦，我哋再講講啦。呢一邊咧就係發展商安排嘅床頭嘅位置，咁咧都會係望住個全海景嘅。
OK， 咁我哋而家咧就望一望個陽台先。好啦，出到嚟個陽台咧，我哋可以望到啲乜嘢呢？咁當然啦，會望到隔離咧係會有棟樓嘅。但係樓與樓之間嘅時候咧，我哋向前望咧就係望到一間天后廟嘅起緊。跟住向前望嘅時候咧，就係我哋嘅無敵大海景啦。好，大家欣賞一下先。OK， 其實我哋再遠望嘅時候咧，其實呢一個單位嚟講咧都比較開揚，因為咧係可以望到咧過翻去三期嗰邊嘅。再睇翻啦，其實我哋呢個陽台咧，好多時咧，你睇個面積嘅時候，以為三角好似好細同埋好崎嶇咁，但係咧就因為係咁樣嘅設計咧，其實呢度擺張台擺張凳咧都係綽綽有餘嘅。好，我哋再翻入嚟望一望先。咁我阿 Fred 介紹咗咁耐，咁究竟呢個單位幾多錢呢？我講俾你聽，呢、這個單位咧就係今批特價貨裡面咧係最平嘅一個，總價只係需要38萬。當然啦，佢亦都係現樓，同埋亦都可以做咗個5年嘅分期嘅喎。咁如果觀眾朋友想再了解多少少嘅話咧，可以打翻我哋嘅熱線電話6963-0900嘅。咁同埋咧，嚟緊我哋其實仲有一啲特嘅特價單位，咁咧我哋就可以睇下一間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環宇上半 Tony 啊。咁今次我介紹呢個長沙灣花園咧，係2904。咁2904咧，係今次嘅特價單位裏面咧，係樓層係最高同埋景觀係最靚嘅。咁嗱，咁我哋睇睇個户型先啦。咁46方，咁留意開長沙灣花園嘅朋友咧，都應該知噶啦。呢度擺翻張牀啦，嚇。咁呢度咧都係擺翻張 sofa， 咁電視機咧亦都會擺喺呢一度嘅。咁最緊要係咩咧？呢、這個單位一定要留意一下佢嘅景觀究竟係如何嘅。咁跟住我嘅鏡頭過嚟睇一睇先。哇，好靚好靚！嗱，雖然係呢、這個朝向係西南啦，但係西南咧，佢嗱嗰邊咧就今日天氣都OK 嘅，可以望到深圳嗰邊嘅。嗱，手指就係深圳嗰一邊大鵬區嘅。咁呢一邊咧就係、是一望無際嘅海景，嗱，非常之靚，非常之靚。咁呢一邊咧就係碧桂園維港灣花園嘅小地塊嚇，咁亦都係好多已經係入咗伙。咁落下邊咧係望到些少內園啦嚇，咁個景觀都係冇一輸噶啦。雖然而家晏晝3點幾啊，但係太陽咧西斜都曬唔到入去屋裡面嘅。咁好啦，咁如果各位觀眾咧對我哋今次環宇信盤推出嘅長沙灣花園特價單位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就記得打電話俾我哋啦。我是阿 Jack， 大家有冇觉得好奇怪？点解一月份差唔多过年，我会着住件短袖衫喺个沙滩上面行呢？冇错啦，其实我今日咧就嚟咗碧桂园嘅十里人滩维港湾，有啲说话我想同大家讲。我喺香港同你哋讲1000次，你哋可能 feel 唔到，但系只要你嚟到实地，嚟到现场维港湾望一望呢个景嘅话咧，你就会一清二楚。想知道呢度有乜嘢咁特别，有乜嘢魅力，记得揾我阿 Jack 报团啦！大家好，我是环宇上半 Eason 啊。咁呢3年啦，大家观众咧都系喺即系睇我喺荧光幕拍片啦，都系喺公司为主啦。咁因为依家都即系开咗关啦，咁我亲身咧喺今个月啦，1月份啦，14号咧就过咗嚟十里人滩啦，同埋长沙湾花园咧，就呢一边咧就去实地考察啦。咁啊都了解过呢边嘅环境啊，咁好值得咧各位观众就过嚟睇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哋有興趣咧，就一定記得咧揾我 Eason 報名，咁啊可以過嚟睇下呢一邊十人灘同埋長沙灣花園啦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環宇信判 Tony 啊，我是環昌長沙環曉晴。喂，各位香港觀眾，香港同內地已經正式通關啦，咁我 Tony 咧今日都第一時間嚟到呢個惠東嘅環昌長沙灣花園嘅現場。咁個感覺咧係非常之靚，非常之舒服嘅。你睇下我哋嘅樓啦，同埋一個空中嘅花園啦，仲有下邊咧就係沙灘噶啦。係係。所以對比嘅話，終於可以見得到我。終於可以親臨呢個項目現場，咁個體驗咧係非常之唔同。咁各位觀眾咧，如果對惠東嘅樓盤咧，文昌長沙灣花園樓盤咧係有興趣嘅，可以揾我，我可以親自帶團帶大家去嚟體驗呢邊嘅生活，或者仲有其他嘅樓盤都可以參觀嘅。十里人灘咧，翠如山海，甚至乎惠東一帶嘅樓盤都係非常值得推介嘅。咁各位觀眾記得打電話俾我啦。環宇筍盤惠州一線海景住宅免費睇樓團，逢週末出發，首五名費用全免。真正一線頭牌海景住宅，卓越與山海，雲昌長沙灣，總價都是30万起，進可攻，退可守，自住投資兩相宜，日供只是幾十元，收租絕對夠供樓。即刻撥打免費報名熱線69630900，或者聯絡我們的專業顧問，一對一為你度身訂造，至啱你眼前。